这个钢铁直男的含铁量可比一般啊，周成成啊，有苦头吃了。这你就不懂了。温让这种老奸巨猾的人，根本就是揣着平白装糊涂。没准现在周成成被撩得欲罢不能。真的假的？男女关系的本质本来就像打游戏，如果通关太容易的话，趣味性也就不足。压箱底最多三天。 原来这就是你总撩我又不说开的原因。那请问这把游戏还要打多久？现在三天是过了，正常的三个月发展。我们温家最大的优点就是优秀基因多，其中最最优秀的一条，你知道是什么？难道是会撩？ 是盛世善终，爱情之所以美好，是因为它经得起现实的考验。这次我被停止，你义无反顾地保护我，我很感动。我希望我们能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 7个小时以后见。从律师三更半夜穿着睡衣来敲未婚男子，是合理的。我是不是也可以发律师函告你骚扰？我是来问诊的，你能给我开点助眠药吗？我好像有点失眠。失眠？那可能是因为秋谷冬藏吧。什么是秋谷冬藏？《黄帝内经》曰：“冬三月，此谓必藏。” 水冰地拆，无染护养，早卧晚起，必带日光，时至若伏若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五脏操劳，故情之所伤，少上心神。我的病情是什么？你倒是说呀！我的意思是，你注意点，别勾我的火。我才没有，我这就是失眠，流氓。既然来挂号了，哪有放着不救的道理？ 进来吧，闭上眼。 是什么？白噪音的 ASMR，ASMR 就是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，对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嗅觉或感知上的一些刺激，从而使人的颅内、头皮或身体其他范围内产生一种独特的、令人愉悦的刺激感，可以促进睡眠。你最近太辛苦了。 睡得又那么少，大脑皮层绷得太紧，一松下来就容易失眠。以后结婚了，我每天晚上给你看。谁要和你结婚了？